这个呢？红椒青江菜，烂椒青江菜，葱葱葱。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地趣》，生活中常见的青菜，你叫得出名字吗？我们今天准备一些青菜的图片，要来考考路人们，走吧。想问一下，你们平常喜欢吃青菜吗？喜欢，喜欢。你喜欢，你呢？还好。你不喜欢吃菜，比较喜欢吃肉。对，喜欢，喜欢，一点都不喜欢，一点都不喜欢，没有爱吃。好，最喜欢吃什么 ？Broccoli， 红高丽菜，炒高丽菜，空心菜。你喜欢红萝卜？红心菜，高丽菜吧，空心菜，高丽菜，空心菜。那最讨厌吃什么？香菜，香菜，香菜，香菜跟葱。我好像没有讨厌的，我讨厌红萝卜这样算吗？哦，算，我也讨厌红萝卜。还有茄子。哦，那蛮多的、啊，椒类都算。怎么突然一大堆这样？番茄算蔬菜吗？算算。OK， 番茄，超番茄不喜欢。对。这是莴苣还是党蜡？莴苣，黑菜，黑菜，莴苣，也不是小白菜吗？不对，它是北生菜。它是在那个小吃店很常，很常。大陆妹。哦，答对了，大陆妹，你还在放空。苋菜吗？地瓜叶、苋菜。我真的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这种菜。黑菜。可以是硬硬的咯。对，硬硬的。Broccoli 吗？芥蓝。啊，你答对了。芥蓝。三葵。菜。秋葵。秋葵。茄子吗？秋葵。茄子吗？我讲错了。Oh my god。秋葵。秋葵。秋葵英文是什么 ？Okra。Okra。Okra。就是那个空心菜，还有有空心菜，空心菜，有长江菜，空心菜，长江菜，对，空心菜，好厉害，空心菜，你看它长得像这样，你看它里面是空空的。那个黄瓜、丝瓜、木瓜，哎，不是木瓜，大黄瓜，大黄瓜，大黄瓜吗？大黄瓜，菜瓜。茄瓜，差一点点。茄瓜，茄瓜，茄瓜。哦，厉害！香菜吗？不是香菜，是水梨。水莲吗？不是，它会跟布拉提一起煮。那我知道那个叫布拉提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苋菜吗？苋菜，你家卖菜的。藤喜芽菜、青江菜，青江菜，这个呢？红椒青江菜，烂椒青江菜，这个呢？在便当里常常会看到，不好吃的菜。对对对，不好吃，苦苦的，这也苦苦的，我也不喜欢这个。啊？火锅会有油菜吗？答对了，你是今天第一个答对油菜的。我以前打工的店有这两种菜，然后我在厨房都常常搞混。补铁，女生补铁要吃这个，都不知道，大力水手爱吃的，菠菜，这不是 spinach， 可以给我中文吗？菠菜，不是，是菠菜哦，对啊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当然我都不知道，我妈都会买回来炒菜，但我妈那叫什么？有看过，但不知道，是不是会放在火锅啦？是火锅里面的山红花。不是芹菜吗？不是。哦，你 cue 我了，所以是 A 菜吗？答对了。厉害。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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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番茄葱。你俗称葱。葱。对，葱。这个蒜。它也是葱，长大大葱，大的葱吗？对，就是啊，真的是大葱。大葱，哎，答对了。蒜，蒜苗，蒜，哎，你很厉害哎。长发菜，哦，好像是啊，好像有人这样说。我只是觉得看起来很像。是你取的，是不是？我好像有听过人家这样说，因为他们真的蛮像头发的。水莲，水莲，有吃过吗？很喜欢吃，很喜欢吃。这国外吃得到？吃不到，所以你们是回来台湾才会吃。你们多。
多久回来一次？每年回来一次。那都待多久？他们这次待比较久，是回不去还是？回不去。回不去。不想回去。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不喜欢待？因为我们太有趣了，台湾人太有趣了。不是龙须菜啊，答对了。龙须菜，之前吃火锅吃的龙须菜。哦，答对了。好难哦，这我知道。它跟有一首儿歌的前两个字很像，可以拿来唱。拔萝卜，萝卜菜。当我们同在一起。当哦。同胞，巨无同窝。对，茼蒿啦，茼蒿。那这是什么？香菜。啊，香菜。就是山茼蒿。啊，对不起。山茼蒿，但是很多人把它拆成香菜。山茼蒿跟山茼蒿。苦瓜。山苦瓜。哎，对了，逻辑一样。苦瓜。苦瓜。Oh my god。很丑的苦瓜。山苦瓜的。苦瓜，山苦瓜。哎。哈密瓜吗？什么瓜的？苦瓜，苦瓜，苦瓜。好啊，差不多，它是苦瓜，叫苦瓜。对，苦瓜。哇，你们在那边苦。香菜，这是香菜，对。这个呢？三香菜。你们一直用那个逻辑啊。M C， 那个青菜。对。这个女生，这个哦，我知道芦笋吗？哦，不是哦，傻眼。芦笋跟四季豆是不是长得很像？那这个呢？它是它的花，韭菜花。哦，对。哦，它只是讲出来而已。右边是韭菜花嘛？对，这个。韭菜。杂草。好了，韭菜了。哦。吓死。超像一坨杂草，越看越像。韭菜花。豆芽菜，对，这个嘞，豆苗，豆芽菜，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是泡水的，一个是没泡水的。确定嘞？我知道这个是绿豆的那种，对，是大豆的，大豆，对，黄豆。豆芽菜，那这个呢？黄豆芽。哦，刚刚那个老阿嬷的头发。你好坏，我阿嬷。OK。这是沙拉吃的那个木素芽，对，这木素芽，木素芽，这木素芽，对，这个呢？木素苗，那个牛肉面会有的，没有吧？这是有了木素芽，哪一个是木素芽？这个是木素芽，那他是谁？木素芽小时候，小时候，这个就是生菜沙拉，对，生菜沙拉里面豆苗吗？对，它是豌豆苗，对，但算答对。那你们几个是土生土长这样，在美国长大？对，在美国。哦，了解。那为什么你会中文？我妈妈会骂我。是因为她？对，是这样学的。对，回家有创意。用妈妈骂我来学台语，像 kick 滚还是 kick 脚崩？我从妈妈学的。我听得懂 ，kick 滚 kick 脚崩。对。回来就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就是说你皮在痒、欠打这种感觉。对。